来，小菜人第一次绿豆汤初体验，绿豆汤，你想看绿豆汤？走，端下来。哎，绿豆汤怎么了？我想吃绿豆汤来啊。第一口绿豆汤什么感觉？好不好喝？还要吗？甜甜的。还要吗？还要吗？还要。还要。慢慢品尝来。甜甜的，对不对？又害羞了。甜点他都要吃。早上那个苹果麦片他就一口一口接一口。一口接一口，好喝吗？还要啊？哎，不用打头啊，瑞阳，要温柔的好不好？温柔对待你的头。啊，绿豆汤，夏天的圣品。七娘退了我。哎呀！还要吗？来来。还要啊？那你怎么不喂它了呢？看到它。外婆干嘛要这样给人家冲底啦？冲底哪知道这么好喝的东西？他吃了很满足的那个开心，开心啊！樱桃也是这样，来，呛到了吗？为什么？没有呛到，他自己咳嗽，他自己这边咳的。开心啊！啊！不要这样子打头，手拿开，手拿开。